穿着黑色衫的男人骑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上，手臂用力箍住对方的颈，被人砸住那个还不到手，只能够发出惨叫声。星期四夜晚在长沙湾广场出面，有两个男人怀疑因为金钱问题大打出手，有途人报警求助。黑衫男人曾经向美孚方向逃走，但是被人截住了，最终他们两个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，送往明爱医院治理，案件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。